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折这个东西。这个是 CP 图，然后是正六边形，30等分，我这边打了一个32等分的，然后你们30等分的话，直接用这个32等分直接裁掉。然后每边各裁掉1等分，这个线有点不够明显。这边没裁好，注意一下，反正这个一定是每个边各裁掉1等分。不能像正方形那种，正方形那种可以选择两边裁掉2等分就行了，正六边形这个不行的，纸裁好了，我们开始弄吧。还是从中间这个是背面的，这个还是背面的 CP， 然后还是从中间这里开始，一样子。这次我用的这个纸有点软。然后这个，然后我们从这里往上走，我们走这个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，从这个顶点数两个，嗯，这个看这个红色的线嘛，那个顶点数两个，往上面走。
要走这个三角形之间，这三条边按同一个方向转，这边这个边往这边的话，这边就往这边逆时针转，用这个把它压下来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，先把这个折过来，然后这里方便折一点。这个三角形折好了之后，然后这个这里边先折过来，然后连接这个点到这个点。拧起来，然后这里这样走过来，然后把这一块这一部分这一格顶到正面去，因为现在是在背面嘛，直接把这里打开，这样整个这边也一样。回到正面，正面是这个样子的，这里，这里，然后其他各边都是同样的折法，先把这个反扬过来，从这边往这边走吧，走这边。先把这个一二逆时针转，这个三角形压出来，连起来，然后把这个折到正面去，这个也一样，走到这边去，这一边
我们进行下面一边。最后一个了。
我们进行下面一步，移到这里，我们再通过这里折的这个三角形，把这里把这个连延伸到这里嘛，这个相当于这个是一个三角形，然后这边又是个三角形，这里也是，这四个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这个点，然后往上面数，从这个下面这个数一格，数两格，就在这个三角形的中间。然后把这里打开，在这个点里面一格两格，就这个，这里是个三角形，这边一样的。这边是对称的嘛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往这边折，这边呢就往这边折。然后把这个往上面折，然后这两边那个三角形压一下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两个搞定嘛，先把其他边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在这个三角折好了，我们直接再把这个折出来，因为这两个是挨着的嘛，然后从这个三角形中点往上面数一格，数两格，这边往这边，对不对？这个三角形中点往上面数一格两格，挨着这个顶点嘛，数一格就行了。还是逆时针转，这边转。
这边也一样，先把这里打开。这个点点，先把这条线折出来吧，上面折，压下去。同样的，每边一样，我先很快速的弄一下，这个步骤比较简单嘛。然后这里完成了，我们再看这里，我们再看这个部分，其实跟这里是一样的。我们先处理这里，然后我们最后再搞这里，处理这里个地方。把这个先走过来吧，这一条先走过来，然后连过来，这个走过来，然后一样，这边同样的，这个折到正面去，
这一部分。然后这边一样，先折过来，这里连起来。现在这个折过来吧，这个折到这面去，这一部分压进去，这个同样的，这里有点，这里的话我们要连接，连到这边一起处理了。其实这里连接起来跟这里一样的，又是一个，你可以看作一个三角形嘛，这样把这条线连接起来的话。这边又是一个三角形，所以说直接把这里打开，这个还是要折到这边去嘛，把这个先把它压到这边去，这次是从这个这里面这个点数三个连过来，还是把这边折，把这个三角形压出来，行。应该继续这边。嗯，这个等我跟这边一起，里面走的时候，先把这边搞定。这里打开这个，这边这个部分加进去，
这个也是这个部分压进去。
好，这个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处理这里这个地方。这里先把这边打开，然后这个角。这条线走过来，然后我们这里捏一下，这样看起来不标准，但是无所谓，这里反正都到背面了嘛。把这个角这样，很容易就捏出来了，这里很简单的，不难。好，下面我们要把这六个角夹这六个角，然后走到正面来，顶到正面来，把这个打开。推到正面来嘛，这边正面好折一点。
在这面捏一下，这个角就过来了。这样这六个角就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再把这边这个角也是这样，这个角要简单一点。同样这边
然后我们顺便再把这个角也走过来吧，这边就是觉得在背面，然后这个简单，它这个不见了，不管它，我们再处理这个位置，把这个角这条线走过来压出来，往这边，这条线可以走过来，这个走过来，然后这边直接压过来，这里其实也是个三角形，这里处理一下嘛，这样直接可以在背面这样，
好，这一个完成了，我们再把这个角处理一下，这个角大概处理一下。先弄成这个样子，现在先弄成这个样子，先不管，反正这样的。好，我们这里回到这里，这个角，这条线，在这个位置就直接往上面走。然后这条线连起来，这个点到这个点。捏一下吧，这里然后这里捏了，然后这个亮点亮起来，那我们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背面，
然后这条线走过来，刚刚要过来，走过来，然后这个。然后就顺势就把这个也这条线压出来，压到这个位置。然后这边走过来，然后注意这个角就出来了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吧，反正都是同样的，从这个点，这边直接往上面走，然后这个点跟这个点捏一下吧。然后这里回到背面来，走过来，然后就顺势把这条线拉出来。从这边再走过来，这边直接砸吧，压平了。往上面走，这里。就到背面来，
这样就完成了。不过这个要多压个几天，不然不平整。其实这个透光也还是挺，也还可以看。透光效果还不错。好收工。